这边是动感派的。那我们今天在苏菲凯文露营区，我们是包区，我们是包一区。苏菲凯文露营区整体的营位的大小，我觉得很大。300×300的客厅帐啊，可以放两帐，还绰绰有余。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配置，就是金色山脉加上战神的客厅帐。那整体搭下来的感觉，前面的空间还有这么大，所以它营位给的非常的足够，搭起来就是不会很挤，非常的舒适。这边就是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帐跟帐的距离也是够，就是不会很挤。这里是苏菲凯文露营区的营本部，那里面有卖一些食品，还有冰淇淋，有卖饮料、咖啡、冰淇淋，还有棒棒冰，然后还有一些炸物跟无菜单的料理，啤酒也有卖。进去营本部看一下，营主你是喜欢爬山的、哦。那这是营本部的室外空间，那整个用餐的环境都非常不错。然后前面就是游泳池，在放水了。那整个游泳池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干净。我们看游泳池下面的地板，很少看到这么干净的泳池。苏菲凯文的露营区整体很大，然后这边是荡秋千的滑梯，就是游乐设施的场地啊，这么大。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的浴室的设备，那浴室整体来讲它是干湿分离，在外面有一些挂钩，还有置物的架子，整体就是非常棒。然后在吃完，下面全部都是超北京是一样的。下面是什么？全部都是蔬菜。哦，蔬菜还不错，蔬菜打底，海鲜当门面。